我跑着跑着，忽然发现我跑错路了，我跑到了五跟六之间。当我逆跑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很明确的箭头的指示，导致跑错了方向，而且还没有抢到七号点位的车。其实我跑到第六个点的时候，看到了张新忠在我前面，那一时刻的我是比较崩溃的。现在是一个心肺拉爆的感觉。进入冲刺。哇，他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华子，朱子，启东哥，浩宇哥，冰姐，宋宋，秀儿，志哥，来云哥，龙哥，我走到最后了。第二队闯关者，第二轮挑战结束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第二队打卡错误，成绩无效。差，我差四秒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不要坐着，不要坐，不要坐，不要坐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走，站起来，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本身就是两种方法，因为有可能能做到，有可能做不到。对对对，本身就是一个双保险。也有我的问题，我在三点里还是可以再冲的再快一点，因为他前三个点就领先我很多，他其实在三那等了我很久。也有我的问题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，我觉得 OK。一般的正常人其实除非是换人了跑还有机会，正常人跑完第一轮就很难超过自己第一轮，因为第一轮全速跑了。啊，天黑了， Let's go。 一定别吃冷饮啊，宝贝。了解。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那我感觉鱼尾是最后一棒，现在看起来，因为鱼尾不需要去管前面的。张大大和。庚希是前面两个，也有可能庚希赶紧打完卡之后交给他们，他赶紧往回看。鱼尾的步幅大，步频慢，但是庚希步频快，步幅小。嗯，我这把认真跑肯定没问题。是的，已经从天亮跑到天黑了，
我们必须要战胜之前的自己。挡卡成功。看，往回走，往回走了。哦，所以李根熙是那个反跑的。李根熙是反跑的，那余伟是。余伟是全程，对，全程张大打车，二和三，对，这样分的话，二和三顺着就不用下车，断一下节奏再冲一下，对对对。根熙比他刚快很多，这也很累，这个就是一过来就是大上坡。对，张大的他真的很努力了。对对对，我好努力啊，我认识他也蛮久了，还没怎么见过他最努力的时候。张大大来这个节目第一次玩体力体，他没玩过体力体，他没玩过体力相信、哇，我真是看激动了，从他的脸上的表情我就能看出来他真是拼掉了，真的拼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卡成功。张大大加油啊，张大大。很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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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摇头摆脑了，摇头摆脑，这种就是体力快消耗了。哦，这个上坡太痛苦了，这个上坡很，这个上坡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余伟可以，余伟好像还，余伟他腿长，他步幅大。当我跑到第二个到第三个打卡点那个上坡的时候，当时已经感觉到我很疲惫了，我还要跑到七，我当时其实心里有一点点忐忑，我怕我自己完成不了。我从未觉得自己的体力是过关达标的，因为我很缺乏锻炼，很怕自己会拖团队的后腿。对我来说，就是面对自己的弱项和缺点，才有可能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其实现在就是得看那个谁，余伟和更新，其实不知道那儿，不知道更新到了。虽然看不到他们，可以想象得到，大家都已经被激发出所有的力量，都拼命地往前冲，大家真的都很努力。那一段路从一再到七，对我来讲应该是今天最艰难的一段路。我又相信我自己，因为他们，我一定有这个能力可以跑完全程。好像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恐惧的时候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无限可能和使命。我们三个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目光是怎么样的，应该是非常坚定的，目光如炬的，因为我们很希望在这个黑夜获得一次光明的成功。你是为自己要奔跑，但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要奔跑的时候，你会跑得很快，很坚定。快快快，看到车了！李根熙，李根熙。加油，更新加油！冲刺了，更新冲刺了，更新冲刺了，真帅啊，更新！更新，李更新，李更新，脚踏车，走！给余伟开门，对，完成，打卡成功。来，走，走。我
我们一定能抢到骑的车。是，各位团队加油。还行还行，比较流畅，还行，很流畅，很丝滑，很丝滑。鱼尾再跑一段到那儿，再坐一趟车，再冲刺，他们一定可以的。加油跑，没问题。鱼尾加油，鱼尾你看摆的，他这个加速了，其实比刚刚他之前跑的都快。对，打卡成功。鱼尾现在心肺很爆炸，但是节奏还是没变。鱼尾太猛，他在中后段冲刺之后一直保持相同的步频跟步幅，这节奏把控的特别好。打卡成功。六到七是很痛苦的，六到七有个对，就这个拐弯，我看着拐弯这段非常的孤独，孤独，对，非常的孤独。加油加油，鱼尾。还有最后300米，他们现在只需要跑到7号点，然后一起坐车去8号点。他需要把棒给更西，让更西打这个卡，然后再坐车一起去8号点打点，然后再冲刺个200米。哎，更西更西，加油加油！他要冲刺，他冲刺，他冲刺了吗？冲了冲了，因为看到了。看到了就要冲，看到就冲，看到就一定冲。我当时脑袋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想，我就想的是往前跑，就这么三个字。因为是自己比拼自己，还是团队的荣誉最重要。不着急，加油。把棒给我。现在一起上车去8号点。赢了赢了，坐上这个车就赢了。加油！他们是第一个坐上7号点的车的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最后一个变位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最后下来直道，对吧？对对，直道。对，直道直道，你看你看那个下车的道。忍下去，我就慢的跑吧。好，好，加油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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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200米。好，加油。太辛苦，加速度！哦，你真是，哦！对手就是我们自己，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激发着我的潜能，就从来没这么拼命过。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一定要赢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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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！他跑向终点那一刻，就心一下子提上来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像把我们九个人也好，还是说我们所有的这几十个人参加这一次九个人都注入到那一下。
非常热血，真的非常热血。你看到他自己也在燃烧自己的时候，那种能量也会感染你。Yeah.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走走走走，哇！最后一场，比的蛮爽的吧？啊！来了！人呢？人呢？太棒了！太燃了！你们屏幕太燃了，真的太燃了，太燃了！你下车，我看你冲的真的好猛，真的太燃了，我们都欢呼了。太帅了！干了！我第一次见你这么尽力，不能不跑，不能不跑！你在屏幕爆燃，我们跟看奥运会一样，真的，我们跟看奥运会一样，真的。哇，12分，这是你们的时间对不对？12分！哇！最后一闯关成功，战胜了自己，全员通关。轮到钻石了。